走走走走走，哎呦，这个地方要被夹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不能打。不是，我们让我从这里蹲一下，来来来，他这个都没视野了。瞄了走，瞄了走，让牛头先吃伤害，别着急，看情况打。漂亮，大龙，出去吃火龙吧。我以为是亚索的刺杀呢，结果你这么牛逼吗？